硬着陆呢，一口气从2.4会不会突然间修正到什么只有1.2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完蛋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今年景气还只剩下1点多啊，这个盘横盘整理震荡之后，它还会再破，会走大 A、B、C。但是今年没这么差，去年大概2.4嘛 ，GDP， 对不对？你说2.4，去年，那今年了不起2.2，很多的数据出来是2.2，这样子会有差吗？才算掉了0.2，它已经反映完所有的利空了。那现在站上颈线了，季线了，那你觉得后面只会怎么样？只会好不会坏嘛？也就是说最差就是现在嘛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呢就听不懂。那我讲过，那今年这个会有走什么行情？除了双嘎以外，你要注意哦，注意一个行情。今年的行情会很热闹，叫做除权息。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重点，这个会很热闹。为什么除权息会很热闹？啊，来，那除权息，如果家公司去年赚很多钱，今年会高，一定高配息嘛？对，除非他都不配嘛。由于现在的保留盈余啊，你如果不配，配股票可以保留盈余，那你要扣税，所以现在很多都流行除息嘛。所以看今天的《工商时报》头版头条，去年上市柜营收史上最会赚钱。叫做史上最会赚，这个史到底多大多强？你看一下，35兆，好，十月营收是，你看这新低嘛，这就是为什么已经反映完所有的利空了嘛，创新高加速哦年减，但重点来，去年上市柜营收史上最强，所以很多都是怎么样都会赚钱。举例，哦，你看一下，为什么我敢做国巨，连做四趟。哦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就不用再赘述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跌很深。那今年 EPS， 去年 EPS 赚85块，8.5个股本，85块配60块，好不好？你用现在用300块来算，啊，它殖利率高达20%。你如果是法人，你会不会买？买了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只是短线波它在震荡，它跟大盘一样，线形很丑，有没有？季线也往下弯，连季线都还没站上去，所以它走得很可怜呢。哦，但是它本质慢慢来看，它会走今年的什么除权息之前，它也是站上季线之后跟大盘一模一样，这是我跟你的看法。啊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呢永远听不懂。另外，大家关心的中美贸易大战的问题，帮你再追踪一下中美贸易谈判，还有3分的旗舰还在瞧，瞧完之后呢，今年就云淡风轻喽。你说最差就现在喽，那瞧既然要瞧。啊，老美从这么远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大陆去瞧，一定要瞧一些东西出来嘛。哦，那一定会有结果嘛。而且大陆一定是怎么样，他一定会痛，他就要逼你怎么样坐下来瞧，一定对美国是有利的嘛。所以你看一下，来进电脑看，昨天的美股又屌屌要吐，有没有？又创新高。我讲过，他就是直接看季线就对了，又是那条线。哦，所以做股票啊，但是我讲过，你操作个股的投资朋友，你不要管大盘。好，今天我们出了一档股票，来，宝林富锦，很多人都觉得选股很难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从底部一直带你上来，波段的操作，有没有？没创新高能看涨，宝林富锦，创新高，能看涨，创新高喷出去了，看到没有？你说选股很难，哪会难的？是你不会做，今天出了，拜拜，睡。财富重分配，钱到底应该怎么赚？换你来告诉我，当时鬼。选股很难。今天大盘，对不对？我讲过选股，今天大盘啊，主头高杯东西昂 A 啊，你敢有赚钱？无日事行无声啊，不要讲了啊，来看做给你看。你还在怕，还在想，过年之后再说。马桶专家，1月4号。我说他会直上云霄，直上云霄，你知不？角度会很陡，头也不回，直接喷上去。按表操课买，买完之后呢，今天亮灯涨停板。五岁吧，你给你看。当天买，当天涨停板。
是今天的一月十一号，回报加派好不好？朱颜辞镜啊，花辞树，最是人间啊，他留不住，会赚钱啊。我讲过了，个股会持续的表现，但是要这种大波段的股票，坦白讲啊，很难找。那现在操作股票，有的是波段，有的是来来回回，像台办，对不对？我也示范给你看了。有的是怎么样做短线，一根到两根停板，三种操作策略。其实好像该操作讲的策略都讲完了啦。但是能够赚得到钱，我讲过就是专家。股市没有赢家，没有专家，只有输家跟赢家。你到底是什么家？啊，大国钢昨天买给你看34，今天36了，对不对？维新哦75块，今天78了，哦，环球金破底，跟你讲，免惊，我知道你会惊。散户都是这样，股价不是买低就是卖高吗？大家都也要供，但是低档来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敢弯腰捡钻石，你绝对看到股票跟它看得贵。大家都说股票要买低卖高，但是低档来的时候，我做给你看，我还跟你讲免惊，这就是功力啊，专业啊。很多人讲这么多都没有，我做给你看，238、273，你只要弯腰捡钻石，它就是你的。288、291。今天299，环球金，你只要弯腰，重点是你要弯得下腰，你要看得懂它是掉在地上的黄金啊，钻石啊。那你为什么弯不下腰？股价不是买低卖高吗？但是低档来说，你为什么会怕？你为什么弯不下腰？套牢，舍不得，借口一堆。到底应该怎么赚钱？那有的股票是波段的操作，有的是来来回回的做，有的是短线的操作。如何调兵遣将，如何紧张中求胜，是我汤松奎啊每天在做的事情啊。那要波段了，一定是营收不断的创新高，不断的喷出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头版头条，自己看一下。你看我节目应该不是第一天听到这三个字，最近啊，就嘴魂吸输不累魂信牙。盘前、盘中、盘后，你看他分析所有的分析节目，每都跟你讲长远科、长远科、长远科、长远科，对不对？哦，讲的比我汤宋奎还好，我都望尘莫及。那哈你搞共，对，去年12月营收啊放大，你看超标，有看到超标，有没有商机起飞？锂铁电池跟大厂联手冲刺，大厂我昨天跟你讲过，就是台积电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先来看，对吧？那我今天啊，我汤宋奎跟你讲，长源哥超标起飞，打电话到顾德投顾来吐口水。今天1月11号，108年，啊，顾德投顾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放大，107年啊，你今天108年1月11号才看到他超标，看到他起飞。我在107年11月28号，我跟你讲，长源哥主厨推荐他上车，镜头拉远，他上车就对了。你打死都不愿意来，会费的问题、会期的问题、川普的问题哦，要选举的问题哦。我家狗吼在隔壁吼，看到一家吼隔壁家的狗被磕撞到哦，这个走路一掰一掰，怪怪的，不敢买股票，而理由一堆啊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，跟对人，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你不是李达奇、米亚奇要做那种波段的大标股吗？但是这种股票啊，当天时地利人和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一样想太多，想太多。我讲过如何调兵遣将，如何紧张中求胜，在这个拉回的过程中洗盘会很痛苦，我当初我会帮你背那个十字架。我们都是一样，你看看我节目就知道啦。啊，这专人清淡，你看长成这个样，我跟你讲还没开始，你打死都不相信。老师很冷门，老师长源科啊，11月只有你在讲，领先全市场的人啊，都是很孤独的啦。孤不孤独？孤不孤独？啊，持股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标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啊，又创高，都跟你讲，还是看涨，创新高还是不出，都跟你讲了，人看涨，老师啊，你股票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啊，70%了，100万变170，7000万变1700，什么叫做专业？什么叫做实力？什么叫功力？换你来告诉我，汤宋奎，回首来时消失的路，这个点，可以让你财富重分配的点，波段的操作，
波段的操作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汇集的问题，汇飞的问题，没有人讲的问题，买起来怪怪的问题。我讲过了，你要领先全市场，股票在低档，一定是要很孤独，你的研究报告一定要很扎实。有的股票来回的操作，你看一下，我现在波段有来回的，看到没有？波段来回的，台半，台半第一波公开的，公开的，看到没有？第一波 ，A、B、C 修正完毕，三阶波段论证出，标准的技术分析的操作，实战的，我们顾着投顾跟你玩真的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看第一波，我说有的是来回，一档股票，你看一下，我当初我可以来来回回做两趟，翻快一点。可以来来回回做两趟，初尾跟你讲，第一波、第二波，哎，老师啊，两波都中，台半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波段的长元科，来回的台，这个所谓的台半，就不用我再讲了嘛。什么叫做功力？什么叫做专业？我要再问你一遍，功力、专业、实力，大家拢要讲，讲刚刚那讲，钱到底应该怎么赚？好，你看一下，你说老师我要标股，这个盘有标股吗？盘到底应该怎么赚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要管大盘，买就对了，跟着我来就对了。今天亮灯了，啊，今天亮灯，当天买当天涨停了、啊，今天买进涨停，当天就把会费的问题解决完了，后面开始发威了。这不是你要的吗？每天睡，把握当下啊！民国107年，不管你受了什么委屈，你套牢满怀。擦干眼泪，108年啊，重新开始。过去的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的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跟对人，跟对人。所有的会期3月份开始起算，这样子很够意思了啊、哦！先赚再说，先赚红包再说。那你去年都没赚到钱，可能你的观念有问题，产业不明，那就来听演讲啊、哦！来，免费的演讲，潘老师明天全程走透透。2019年标股大追踪，今年到底有什么大标股？什么产业要找标股啊、哦？免费的讲座。礼拜六早上10点嘉义，下午3点丰原；礼拜天早上10点新竹，下午台北。这四场演讲是免费的演讲，好、哦，那演讲的内容哦，今年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？啊，我们来好好的坐下来谈一下中美贸易战之后，谈完之后全球经济的影响，美股会不会再创新高？锁定什么样的产业可以挖到大标股？汤老师是怎么样找到长元科的？好，到会场来，有很多悄悄话跟你谈，如何透过100分的操作来规划资产，让你倍增，这些啊都需要怎么样？需要专业，很多都需要当面坐下来谈，亦师亦友坐下来谈。那广告中的电话，你自己上下运用，虽然是免费的演讲，需要花1块钱，打到顾的头过来预约座位。我们进一段广告，回到现场来。饮滚水真好，那加优乐安更加好。感冒若较重，爱用加强液。好话就要一代传一代，好药哦，买报大家知。三支护刷票，优乐安。大家好。你有口臭，口臭是因为火气大。正剂加味消臭丸，特别增加黄连解毒汤。嘴干、嘴苦、嘴臭，嘛就好。便秘搞危机。正剂咖啡消滞丸，有较好的止痛药啊无？我人不管是病鼻痛、喉酸标、消炎止痛，400ml欢迎就袂歹。有消炎、止痛皆有效。我头痛、生理痛，赶快吃这400。人药师家己嘛咧用啊，买喉酸标就无唔对。3支喉酸标，消炎止痛定400。
各位看官请注意，购买桶装液化石油气要与商家签约保全役，如果商家拒签约，影响别家购买才合理。签订契约好处多，瓦斯重量不缩水，残气用剩可退费，避免纠纷免争议，未来如果不再买还可退还保证金。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公契契约专区下载哦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想当天后啊，就得天天擦。逆龄天后美肌攻略，不老全霜全内乳，加一元多一件，快到屈臣氏。阿公，啊，你还没困哦？是我啊。这时，请贴沙龙巴斯，当日酸痛，当日缓解，别让昨天的酸痛留到今天。沙龙巴斯。我是王佑正，我是周玉琴。2019在中视。1月21日起，晚上6点，新大政治大爆挂，陪您一起来解挂。非洲猪瘟遍全球，大陆沦陷，金门差点失守，台湾严防猪舍转型零厨余，食安法官不可不知，解码猪瘟防疫大作战。1月12号周六下午1点，中视60分钟。民国108年是可值得期待的一年，看法还是一样，不要那么悲观。丈母娘看女婿会越看越有趣，最差就是现在，那未来到底会涨到哪里去？美股还会再挑战历史新高，那台股呢？中美贸易大战即将谈完了，那你觉得未来全球股市该怎么走？全球股市啊，现在所有的财经专家全部唱衰台北股市。当大家都唱衰，依照经验来看，大家都不看好，你要看好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永远听不懂。我讲过很多的报告都是写不好，只是反映在这两个月而已。听不懂的永远听不懂啊，听得懂的就永远听得懂啊。那就来听演讲啊，来，2019年哦，你去年都没赚到钱，一定要来听演讲。好，不要说什么，到最后你就观念不通嘛。很多人都是明知道股票在低档，可是不敢买，为什么不敢买？我会怕，等到你不怕的时候，它已经是高点了。就如同今天的长源科，你看飙死人了，已经涨了70%了，大家都在分析了，你就不怕了？很奇怪，很多人打来问我，老师啊，长源科可不可以买？很奇怪，对，40几块不买，70几块想要买。2019年标股大追踪，这是免费的演讲，好，那礼拜六早上10点到嘉义，下午3点到丰原，礼拜天10点到新竹，下午3点到台北，这四场演讲是免费的演讲，他老师在现场会跟你讲哦，那今年行情到底会涨到哪里去？是多头还是空头？应该怎么去面对？这个观念很重要哦，你方向厘清，你才敢冲哦。中美贸易大战即将结束，谈完之后未来会何去何从？为什么要中美贸易大战？哦，到会场来，谭老师会跟你讲。哦，我们坐下，亦师亦友坐下来谈。今年有什么产业锁定可以挖到大标股？哦，谭老师，你看，今年你看刚开始哎，就挖到长源科，还没有这种股票。我们到会场来，如何透过100分的操作？什么叫100分的操作？规划你的资产，让它倍增，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礼拜六嘉义、丰原，礼拜天新竹、台北市场演讲会，利用广告中的电话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，我们到会场亦师亦友坐下来谈。另外这一档股票，你想先下手为强的，两只狗到底是什么狗？来上车就对了。我讲过，你买来摆在那边等它发酵就对了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呢，永远听不懂。刚刚我跟你讲过，你看我们领先全市场，买的时候啊，做股票是这样，你买的时候很冷门，因为很多人说做股票怎么做？买低卖高，低档来说不会有人谈，没有研究报告，爹不亲娘不爱，全市场都完全没有人了解这家公司，那你买的时候你就觉得怪怪的，涨上来之后啊，就有很多你就终于恍然大悟，已经涨了70%了，你终于看到，老师啊，长源科来电喽，去年12月营收超标啊，老师商机起飞，大手联手冲刺哦，你看到没有，商机起飞喽，长源科来电喽。哦，头版头条哎！现在多少分析师啊？分析师不累，分析员盘前、盘中、盘后，每一个都在分析长源科啊，不分析长源科啊，不叫分析师啊！讲的比我汤宋凯还好，我列表哦，安诺，奇怪呢！当初我们讲的时候，
只有我们很孤独啊。11月28领先全市场，今天1月11号才看到一堆人舌头吐莲花跟你分析长远科长远科长远科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不想讲，你看翻成这样都40几块涨到多少钱，你自己看，知国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飙，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现在还这么多人在跟你分析回首来时萧瑟路，什么叫大赚？领先市场才会大赚，要怎么领先市场？跟对人波段，哎，老师，这种股盘怎么可能有波段？这不是波段吗？先创新高，有的股票是短线，而且公开操作，量为30块、35块，有没有？这边我都给你追踪啊！你没有赚到钱，你赶紧去弄别人。说老师啊，过年前赚个红包，你看，有没有收你半毛钱？贴都没贴啊，30块、38、30万、38万、300万、380万，你还说钱很难赚，打电话来说会费太贵，不要这么会算，千算万算，最后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而误了你亲亲性命，何必呢？你算不过市场的啦。很多人觉得我不希望你赔了一屁股再来找我，有的股票是来回做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哦就听不懂。承德，你看了58块，那时候去年10月份演讲会盖白股，啊，他是这礼拜的演讲会哈，会盖这一档股票，有兴趣的想先上车打电话进来问，啊，来两只狗，承德58块，你看有没有？中间我就不跟你谈，来75块，31%，出完之后你看到没有？又再来一次69块，这一次我就没盖喽，来回两次，所以钱到底应该怎么赚？我就跟你讲，有的股票波段，有的来回做嘛，我都做给你看啊。钱难赚吗？没有赚不到的盘，只有赚不到的人，是不是你？你摸挂板，我的功力，来台半39块，是不是来回做？你看中间我翻快一点，出也跟你讲，拉回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我都提醒你，第一波我说可以来回做，第二波46块买回来，看到没有？翻给你看，每天翻。54块，56块出，拜拜。第一波、第二波又是来回两波，承德也两波，台半也两波。哎，老师啊，你怎么那么会做？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，余闻相思处。花开花落时，钱到底应该怎么赚？明的暗的都跟你讲，波段的你又不跟啊。这一档股票，你看，再飙一根涨停板要公布了，马桶专家。马桶专家当天买当天涨停板，今天又涨停板喷出了，啊！买的时候把会费问题解决完，今天大涨，亮灯锁起来，跟紧跟紧，哦，这档股票你就不要错过了。两只狗，想办法打电话进来问，想办法上车哦。那没有赚到钱的，去年啊完全没赚到钱的哦，就来听免费的演讲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礼拜六哦，这个早上嘉义，下午丰原；礼拜天早上新竹，下午台北。市场演讲会是免费的演讲，需要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。本次演讲的内容，今年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？这个问题你要先把它厘清。如果是多头，为什么看多头？原因我跟你讲啊，中美贸易战之后，全球经济到底应该怎么看？过年之前如何抢到红包钱？什么产业可以挖到大标股？哦，大家一起来找标股，如何透过100分的操作资产倍增？哦，免费的演讲会，礼拜六嘉义丰原，礼拜天新竹台北。广告中的电话，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。我们会场啊，141有坐下来谈，会场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拥有。国际股市瞬息万变，中美贸易联动产业，只要精准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，
有，宝典神功，获利亨通。汤老师江世明，股市投资最佳利器，请速拨固德投顾02-2578-3000-2578-3000。胃肠若勇健，人就长性命。正气为友是孙中药的，固肠固胃，阁会当治胃病。正气为友。国际股市瞬息万变，中美贸易联动产业，只要精准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，只要精选标股，不畏大盘涨跌。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，宝典神功，获利亨通。汤老师江世明，股市投资最佳利器，请速拨固德投顾02-2578-3000。民生政策方面，团队提前做好。很好，我多订一件。好的，加元多一件，加元多一件。就是这个，本城市将全面推动加元多一件政策，让人人更美丽、更有自信。现在到屈臣氏加元多一件，满1500再送100。所有的城市最爱的是屈臣氏。满588送红包，最高奖金888，医美满888再送100。感冒头痛鼻水流，赶紧优乐安配烧滚水，滴滴搁真有效，三支护线飘优乐安。国际股市瞬息万变，中美贸易联动产业，只要精准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，只要精选标股，不畏大盘涨跌。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，宝典神功，获利亨通。汤老师江世明，股市投资最佳利器，请速拨固德投顾02-2578-3000-2578-3000。膝盖退化疼痛，肩膀关节疼痛，髋骨退化不适，邓祥俊医师团队专长不动刀关节治疗，抑制软骨退化，促进软骨新陈代谢，